哎、欸，我张板要冲走是不是会被骂、啊？看你们阿贝那边雷，张辽瞎鸡巴那边乱冲，哎，对啊，人家全部开必杀，我把他推走。哎呀，神一般的队友。阿贝，我来了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个超级重要的东西哦。那么就是我们核战群英里面的英雄模式。那么它一个礼拜啊，一共是可以挑战三次哦。记得每一个礼拜一定都要来挑战，因为这边呢，我们可以获得到这个次品的战魂碎片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挑战这个英雄阶级的核战，好不好？单里千计，欸，可以获得到这个橙色的碎片呢，啊，六片，感觉超级肥，超级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难度，打起来是长什么样子哦？哇，阿贝这个门票超级多的，我跟你说，阿贝的门票大概有。快八张了吧？啊，八张的门票，应该超过八张了啊！好，哎、欸，这个地图好像跟之前的好像差不多、欸，哎，是不是难度比较高这个样子？哎、欸，之前有打过张辽吗？好像没有吧？是不是？好像没有吧？那为什么阿贝要换近战呢？因为夏侯渊打这种单体的 BOSS 真的是超级没力，超级没力的那种。这一种还是要用近战啊，因为远程他的这个伤害啊有被削弱过，就是说他像夏侯渊，他射出去的伤害就只有三分之一啊，这个你们清楚吗？例如说相同的攻击，他打出来的伤害就只有三分之一啊，三分之一还二分之一吧，有点不太确定。哎、欸，要到这个套套里面，完了，拜拜，九五二七。啊，九五二七没扣血，哇，九五二七是大佬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怎么感觉我最废？没办法，我这个张辽的羁绊还没开啊，我是不是应该用曹操才对？对，我应该用曹操，至少我曹操有羁绊啊，这个没有羁绊被动，非常的废啊，非常的愤啊。哎、欸，话说这个张辽怎么不会崩溃啊？是不是该崩溃了？啊！哎、欸，崩溃了。空大，呼呼，耶、yeah, ，好帅啊！没看到吧，各位？不要看到，都不要看到。来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弩炮好像要打掉。Go go go！ 对啊，应该要玩曹操啦。对啊，曹操有羁绊，我这个张辽的被动羁绊要蔡文姬。所以说我现在很缺蔡文姬啊，对啊，很想要蔡文姬，很想要，很想要。等一下这弩炮怎么那么硬啊？妈，这什么东西做的、啊？老师哎、欸，弩炮硬的，哎、欸，弩炮看我了，啊、可恶啊！来收掉弩炮。哎、欸，所以说我们是打这个 boss 就好了啦，这边打弩炮。阿贝哦，哦，在那边雷哎，受不了，第五名，哎哎、欸欸，响色，阿贝我来了，不行啦，张辽真的不行，这攻速有点慢。好，再来击败夏侯惇啊，夏侯惇就是会召唤一个那个嘛，是不是？召唤一个小弟，然后帮他坦的这个技能，蛮麻烦的，蛮麻烦的。你就黑斯托塔里来，直接干上去了，直接骑上去。话说这个落点怎么都不给我啊？哎、欸，开个必杀好了，必杀满了，分一下，分一下。哎、欸，张辽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样人家以为你是演员呢、欸。对啊，放个必杀还滚到别的地方去。好好好好好好，痛痛痛。哎、欸，这个难度好像还好，是不是？感觉好像没什么差啊。啊，应该是我们这里有一个900 K 的一个战力，
哎，先打这里，先打这里，梦坦，梦坦，各位，对，先打这个。哎，阿贝第三名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在演戏了。下次要换曹操啊，对啊。我崩溃了，来开一下。呜、哦，哔哔，再开一个。等一下，他又招了啦，变喜。哎、欸，上次没人回答我，他是变喜还是什么卡喜啊？应该是变喜啊，对，应该是变喜。哎、欸，变喜，我记得，哎、欸，好怀念，你知道吗？玩这种三国游戏就是满满的回忆耶。我还记得以前这个变喜，哎、欸，又是我弱点。变喜好像都长了一个猥琐的样子，有没有？他那个猥琐样，猥琐到你会记得他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张板要冲走，是不是会被骂？那你们阿贝那边雷，张辽瞎鸡巴那边乱冲，哎，对啊，人家全部开必杀，我把他推走，哎呀，神一般的队友，干会不会等一下他们就到影片下面留言干我了？干就是你他妈的，那大 boss 推三小啊推。嗯、就是爱推哦，张辽推的不是我推的，骂我干嘛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啊。来，干掉这夏侯惇。哎、欸，夏侯惇的这个剑还蛮帅的啊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们顺便来讲一讲夏侯惇的一些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崩溃了？你看张飞，张飞应该很干，妈的，每次龟缸。龟缸每次干我开必杀就给我丢走冲走，龟缸哎，哎那个张飞还是大佬，来冲一个哦，我先丢了，我这次没推了，不要看我、啊、不要看张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一下我们获得到的碎片，哎、欸，他是不是想刚我？他刚站在我后面，是，哎呀，这个斩关心卷。哇，六个橙色哦，这个是战魂的碎片啊、哦，不是武将的碎片。嗯，不过呢，哦也是超级肥，所以说这个战魂感觉后面都会有了、啊，对啊，慢慢打都有。所以说大家现在没有的，其实也不用急了，对啊，这个很肥啊，各位很肥啊，对不对？英雄模式，哎，我已经过啦、啊。这个是要通关什么香山激战？难道是主线？是不是是要过主线哦？哇，不行啊，那要打下一个啦，那这样亏了，是不是？这样超亏哎、欸。对啊，这个要把这个卷留来打。哇，我又亏了，阿贝又亏了，因为赤魂真的超级重要，赤魂这个游戏中的赤魂啊、哦，超级重要。哎、欸。有这个券，每天每个礼拜还是最多打三次嘛，我券很多哎、欸，对啊。这个什么香山激战到底在哪里啊？难道是这个主线吗？是主线吗？我先退出队伍好了。对啊，我不想再打那个第一个，可是不打的话，那个券又会满。对啊，尴尬了。所以说他这个什么香山激战到底在哪里啊？我来找一下好了，我们来找一下，还是有人清楚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板。哦，这里是不是？可是已经通关啦、啊，我已经打过啦、啊。香山激战嘛，这是香吧？应该没念错吧？那已经通过哦，要到110啦。我看到了，主攻等级达到110啊，眼馋。哇，所以说以后的主攻等级还可以到150、190。我之前以为最高是到120、欸、做那把红色的武器就毕业了，原来是阿贝想的太单纯了哦，真的太单纯了。那么真的很重要、哦、所以说大家记得这个票券呢，应该是可以留着吧？啊，应该是可以。可它最多就是存这个几张啊。像你看我等级礼包这边有送两张，但是阿贝没有领，为什么？因为哦这边就有等级了，我这边雷。164哦，因为我这个券快满了，所以没有领。
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片呢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阿贝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